太阳下跑步，而且不懂什么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穿着，他在那边等，然后因为他会随时，然后五分钟之内就下去集队，就很紧张。可是有时候他会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晚上的时候跑步开始，然后我晚上通常回去冲凉都是十一点，然后最开心就是下雨。下雨就没有吵，然后他还是会找机会的，还是会在棚下面。没有，有一次毛毛雨是照样吵。有吧，就很像我们下雨，他还是让我们就找一些没有雨的地方就继续跑步哦，这样挤都挤，挤着跑步。试过最严重是跑步超到六点，晚餐啊，晚餐还跑步，晚上还跑步。不过其实跑步，而且晚上是因为中午有很多人晕倒，中暑啊，晚上不太敢晚上，他不可以啊，他不说啊。当你不好意思骂汗的时候，我朋友不可以骂汗，那就不要骂。然后就你自己眼睛哇，很痛很痛，然后他就哭，然后讲哇，你这样都哭啊，那你又不完全跟他解释。那九零大会我们要十点练舞，所以我们就会把自由的时间哦，就安排分组过后去特定的班练习。然后我们就自己排那些座椅啊，弄开，然后自己在课室里面练舞。对啊，到最后你会发现了很多人当天都是挺回家，唯一的好处就是自己的时间减短。存事很多，哎呀，初中每个人都存过，就跟朋友一起乱打呀。我们八个人被防守，在一个晚上之内，千万别防守。他们就同时一起踢广播。啊，踢，然后第二天就派四十多个班级生，特地的。那你需要立法的，一开始问你真的要啊，要就踢旁边，他怕你反悔嘛。到后面第三、第四个就终于开始了。高一那年跟朋友一起玩一些不人道的东西，就是比较低的东西，然后说什么装电什么啦。初三那时候有一年那个主题是在黑色衣服嘛，然后我跟我朋友祖荣啊都没有黑衣嘛，我们俩把鞋带做衣服，然后我们几认真啊在洗那间啊在饭店练，哇练这件衣服一下来全部哦，那是李伟星吗？做你们想，做你们欢呼啊哈，祖龙啊，我们就两个跑掉，跑来啊，请祖龙好啊，先生啊，来万事叔，他就被走了。上个月我生日嘛，就他们在中秋晚会，就你像低校的朋友就会来帮我庆祝。应该是去年 SPM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我生日，就是早上一起床的时候，一看就贴满那些墙壁啊、地板啊、门啊。上海同学每一年的生日都是在考试中度过，可是很庆幸每一年都那些朋友都会好像有蛋糕啊或者咖啡啊，今年生日早上也是很惊喜，一开门就有那个美丽贴的那些便利贴。最 surprise 的一次就是今年的生日哦，因为心里突然间回来，在我没有意想到的那一天，然后虽然不是正式的那一天，然后。也第一次感受到 cream 和 chocolate 同时粘满你的脸的那种感觉哦，十分的新鲜呐、啊。高一班很聪慧，高二就中秋哦，高三就元宵，就每个人都付出很多嘛，就一起去完成那样子，就觉得那种感觉成就感。哦，我记得我们高一班活动每次跟日本吵架，就因为那时候华松威他是主席嘛。然后就跟我们意见很多出入，人就很容易吵架那种。就是跳舞的时候。因为他是教我们舞蹈嘛，然后就他用的方法比较苛刻啊，就一点点做不好就要重跳，然后一点点做不好就会骂我们这样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是读书已经很累啊，然后又给他骂，就会心情不好啊，就会吵架这样。我是读了三年高中。就办活动，我每次办活动都很出力、很尽力，就觉得很开心啊，过得很充实。记得当年收那个留言纸的时候，收了是收了，但是尤其是电笔健身收的，然后他们就做好了一本一本东西，派给各位毕业生，他们都走不了，才不知道原来我拿这里还有一点。啊，还有，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你当年弄死了一点啊。那啊，算了，然后他们给我找回来了哦。在我这边啊，那几个电影拍的三年前去练过，但是进步很多啊，设计方面。就我们三年就是一起办活动，他都是连续做了三年的学术。三年的学术，不学术。就虽然会有点累啊，那一张准备再怎么样，可是
在整个活动完了过后，那种成就感还是就觉得很值得啦。给未来的主席啊，因为要求一些东西，申请一些东西的时候，虽然对方的地位来比你高，也这是一个辈分跟一个阶级的问题，就是辈分是辈分，阶级是阶级，辈分上你们不同，阶级上你们还是一样来，所以在你要求一些东西或者申请一些东西上，就是来尽量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去对谈，不然的话比较难可以拿到你想要的结果。然后在带领你的朋友那方面，尽量不要插什么船，多询问点意见啊，然后尽量可以的话采用比较民主一点的东西，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反对，也比较不会抗拒。印象最深刻应该是 SBM 的时候，一起玩，一起编SBM 每个人都会玩的啦，就很印象深刻，很好玩。去年 SBM 的时候对啊，这都在黑哦。哦，面烤花椅，然后电话，一起要跟你讲话。然后我操，最过分了，明天烤花椅哦，那面烤椅可以，就晚上不要睡觉，用那个晚上阿玲在带大家看完整个少女时代，晚上不要睡觉那样，哇，那样主播嘴最过分。这次我们全部在房间玩哦，那边读书一样，然后又带一个宝来煮面，一面玩哦，只是留宿的时候是最好啊，留宿的时候。就我们同学聚餐吃 steamboat， 因为难得他一母上来在我上吃啊，全部男生啊聚在一个房间，我一边玩边在那边煮啊，吃一起吃，然后我一边画一边吃，你可怜啊，没事。其实 SPM 那时候，其实 SPM 就应该读书的嘛，其实可是就都没有读书，就一直在玩的。聚会活动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差不多半年都有两三个，现在整年才一个两个这样。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宿舍跟我一开始进来宿舍，我就没有在进步，好像后退。是一开始的时候哦，就是有很多活动啊，一年。可是现在就是好像好像中秋晚会就特定了几个高中办的活动，就是来OK， 我现在真心一定要搬一下，可是其他的就没有哦。好像以前我们有个武林大会的体能培训，大人体能培训就是那种那，我就觉得停滞不前没有关系，就是要后退。变化很大，像基于场地，像学校在建设啊，然后很多活动像草地以前是下午操，现在变到晚上啊，就很多活动就是因为学校建设而改变了很多。但我遗憾的事就是，至少在宿舍陪那些我的朋友，因为我平时都很少在宿舍，从高一的时候就一直补习，到高三还是在去外面补习，所以我在宿舍时间也是只有在晚上哦，整个下午都在补习，就是有错过一些东西，就是我不在宿舍的时候，一个人带手机电脑的。我还没去过男生的文，我常在宿舍吃榴莲，每次都不可以。我试过在宿舍跟宿舍人谈恋爱，我也没有试过，是姐真的试过。我妈在我们楼下一个别人给那边谈过。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以后啊，希望以后都可以继续见面啊。把这些给说对了，容易点哦。永远绝再见。就希望讲到再见，真的是约出来的时候真的会出来啊，不要约出来的时候然后就。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哪里就推掉了。应该会有机会的，就希望不一定讲到明年，还是就偶尔搬一下礼物。虽然讲要老师要，可是不是你能做到的。我希望我这一届高三可以一直跟老师联络，很像有时间的话就去办什么 gathering 这样子啊，像去玩这样子啊。那就我们先找那种奇怪的 gathering， 在一个人家里面。OK， 两天凉茶哦，出来一起喝茶，一起去旅行之类的，就可以把老师的 Facebook 这样一些东西不能移动的话，是不是？佳佳，你明年没有留高三吧？所以你应该是今年就毕业，所以你以后去到去过，你要加油哦，不要一直改变你的想法，你要做就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一定可以了。你吹欧波都吹了这样多年了，你都
这样辛苦去练习，你都觉得很好，你都可以把一个很难的事情 做到最好，这样你出道去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加油啊。然后我想要跟子颖讲，就因为明年我们都不在啊，就真的是剩你一个人，因为佳佳也没有留高三嘛，然后就好好读书啊，不要每天想着打球，然后希望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你还没有考 SPM 啊，也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来，就希望你看到这个 video 过后会好好考好你 SPM， 然后就好好照顾自己啊，因为明年我们不在哦，就没有人催你吃饭那些，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让我们担心你。所以我不要再每天躲在床上看电脑吃点了，有时间就读书了。不要睡着看。不要睡着看，然后不要躲在被里面看，就加油啊！我想跟所有宿舍生讲，住进宿舍是你的缘分，你应该珍惜。像当年我初一进来是没有位置的，结果有一个人退了才进奥兰，那几开心全部人庆祝，就是比赛还结果全家都在。所以我想讲，就是进宿舍是很好玩的，你可以跟你朋友。跟任何一个朋友以很长的时间待在一起，睡觉前都可以黑两个小时，睡觉明上课睡不着，明上课的时候睡着，被老师看到比较好，就请你们珍惜这住宿舍的时间，可能你要退宿或者你要去住都要珍惜，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给未来的学弟学妹啊，就是不管你们在宿舍里面遇到些什么，它都是你一定要遇到的东西，你逃也逃不了，然后你面对你跨过它会比较好一点，来，它就是一个人生经历，我觉得。我想谢谢很多人啊，全部认识我的人，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啊，可以认识这么多人，然后，谢谢所有在这一路帮过我的人啊，谢谢各位出现在我生命里的宿舍生。无论你是高三也好，我的学姐也好，我的学弟也好，我的学妹也好，你们带给我的快乐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的前程似锦，生活万事如意，谢谢。认识的学弟学妹不多，可是最常在一起的就是慧琳跟佳慈哦，然后谢谢你们包容我一切，然后希望我认识的学弟学妹都可以一切顺利，然后以后开开心心的在宿舍生活。就想要跟全体高三宿舍生讲，就高三的宿舍生活有你们，就六年的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真的是很充实，然后希望你们以后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出来见面的。宿舍了六年，我认识的人还有认识我的人，就很谢谢你们这六年来的陪伴。我在有时候我好像有点点幼稚白痴，就谢谢你们包容我。然后今年的高三很高兴可以遇见你们。高一高二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们会这样团结，就这样有凝聚力。但是就今年真正有了一种融入的感觉。谢谢所有啊，我认识的人，尤其是我的房友，就历年来的房友，还有今年的房友。可能我很幼稚这样，然后就不管学妹也来照顾我，都是大家来照顾我，我都没有去照顾大家这样的，就谢谢你们的照顾这样。还有多一年要走的人啊，就明年还有留的人啊。就是如果你们发现你们前面的那段时间都过到一成不变的话，就剩下的一年时间就尽量做点不同的事情啊，还有做一个改变啊，让自己满意，没有遗憾这样。就想对今年全宿舍高三讲，很高兴认识你们，然后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么多，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东西，然后大家以后好加油，就。该讲的东西应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所以就讲这次会的孩子们，然后加油啦！谢谢高三生陪伴了我，我六年的宿舍生活，还有老师指导我，这就指导我正确的东西，还有谢谢朋友陪
一起练一起玩。首先我要感谢我朋友啊，因为没有朋友的话就也是很险啊，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玩一起练，这样就也是会有遗憾啊。然后我要感谢宿舍老师，因为这样多年来给予各种帮助，因为我是时常留宿啊，所以有时候跟老师也是要比较好沟通。然后最后是感谢一些不是是所有高三生，因为这样多年来一起办活动一起练一起玩。感谢全部高三生哦，也是要感谢全部老师哦。对于现在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一个人，跟你们讲就是未来加油，就在昆城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好，就享受啊，因为中学生活真的是很自由自在。主要是对叶恒宇讲的一些话，就是讲话不要再像骨折。还有刘伯承 ，Would you be my prom date？ 你先不能拒绝我啊！也感谢在六年里面有陪过我的人。我在宿舍除了看小说、自习、吃饭，这样生活里面就只有我们了。今年的高三也是很相处愉快，就是我没有想过，以前看人家的高三，我其实没有想过我们这一届的高三也会这样子。啊，还有我很高兴认识大肥哦，大肥哦就是他的啦，我很高兴认识小土豆。没有，虽然以前我很讨厌他，可是现在就是我们都互相讨厌，可是就是这是我们奇妙的缘分。就我希望现在的高二生可以努力读书考 SPM 哦，可以的话就留高三，因为高三的话就是你们考中考过后去读大学会容易一点，然后剩余的宿舍生其他小的就是那些初一初二的话就不要这样顽皮了，要成熟一点，不要小孩子那样子每天在楼上那边跑来跑去。我也希望其他宿舍生们可以在宿舍和睦相处，就很像一家人这样子啊。我要感谢全部的高三生，因为有你们，就像有梁逸文啊他们啊这些就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就让我们高三在宿舍生活就没那么闷了，有很多话我不善于表达，没办法讲表达出来，所以希望这一届高三毕业后可以各自去到各自理想的大学，然后坚持自己。